推進現代金融發展業的發展，持續監管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的運作，完善本地貨幣市場人民幣流動性安排，支持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穩健發展，鼓勵內地金融保險機構以澳門為區域總部，拓展葡語國系國家市場的業務，鼓勵大灣區企業離澳發行債券，落實跨境雙向理財通的試點，促進跨境投資便利化，實現澳門與內地理財產品市場的互聯互通，助力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和使用。